c o c o 早餐，实 <'s> 时,时入扣，实时,时入扣哈、嗯，我还没吃那个 Super Duper 哈、嗯，<laughs> 这个人已经回来了。<laughs> Hello，这个叫林家昌先生。嗨，大家好。就你去旧金山去戏谷去几天呢、啊？你其实这才五四天五天嘛，哦、加飞机，太厉害了吧你？风尘仆仆啊！<的>啊哈，对啊嗯，你的时差好了。 这个年纪不能有时场。对，好吧，接了一个，No way，对，要好好把握每一个，对啊，然后少吃一点。寇姐到底有没有发现我比较瘦一点？你上个礼拜有啦，有了，一点。哎，这件衣服我有吸督哎，去年有点穿不下，今年竟然可以穿下了。穿这个 T 恤因为很合身，有吸督两千三百万的人都在听啊，对，是你为什么会瘦了？ 你比较精持，你是打篮球啊？我希望健康哦，真的啊，多吃一点以前不健康吗？有点，就以前偏这种吃，然后没有 balance。后来你没有喝酒了？啊，少喝酒是一个。所以你从来没有碰到酒驾过。这个蛮有趣的，对，好好是恭喜恭喜，是吃得好又瘦。我们前天访问那个礼拜一访问那个 Ken Bakery 的那个，啊，是，我有特别听他那个。 他说他粥淡水嘛，只吃面包跟他的面包跟沙拉就可以瘦二十三公斤我。我觉得酵母是很重要的啦。他有强调的那个东西。人、哦哦嗯、家上次专业，你知道，没事讲的 <laughs> 这种专业的名词。回头来，其实今天当然我们第一个要帮我们的祥云总统鼓鼓掌。 嗯，吃的那个苗栗的发餐啊、嗯，有我拜，我,我,我拜托我们制作人，可不可以帮我定一下、啊，连线一下这个苗栗的这个主厨？<laughs> 呃，我们因为他用客家是食材，然后来做发餐，是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啊。呃，客家菜里面有很多是风。 味很强烈的东西，啊啊、像什么泡菜、打抛猪啊，不、呃，那是泰菜的了。那泰菜，我以为是客家菜，对不对？不是，是那个福菜啦，<laughs> 就是那个有各式各样。<laughs> 然后像客家人吃的口味比较咸一点，<laughs> 像大家知道客家小炒啊、<laughs> 咸猪肉这些东西。但是回头来，你可以看到，愿意用一种新的方式回乡去，这才是我们一直鼓励大家。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啊、讲过了，CP 值可以追求，但不是是低价。 对呀，而是一个好的产品，你一千块可以吃到两千块的价值。嗯，perfect。嗯，Perfect, 你不要要求五十块吃到一百块的东西，对、嗯，那已经会沦为过去。而且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观光，嗯、呃，国内观光跟嗯、呃、外外籍人士来观光都是可以的、啊嗯呃。因为这对于整个 GDP 的增加就不、哎，我是认为总统府的那个官员面对这种问题都太，都太。 唯唯诺诺的，哎、欸，不是我们付钱，这跟钱有什么关系？<laughs> 不对，不是谁买的。本来特支费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处理这个嘛，特别费也是,是啊。假崩嘛。啊，那拜托那大公司，每一年的那个应交际费、嗯、交际应酬费都国税局都还可以扣税啊。<laughs> 是啊，对不对所以说吃吃呃，既然要吃饭，就好好吃顿饭。这是我自己。 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好了，那也跟大家分享，瘦了是？呃，正常的，这个观了，连脸都瘦了。耶，谢谢郭小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有两个话题要先跟大家讲，因为现在最热、最热的就是已经进行到一半、非常火红的里约奥运。嗯嗯。那今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就是提到了呃，World 50，就是世界五十大。嗯。那第一名的名厨马西莫。 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说，他来台湾的三二行馆，嗯、对，客座了两次，嗯、两次我都供逢其胜。嗯，他这一次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啊哈、嗯，就是他到了里约的奥运去，哦、嗯，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是剩菜餐厅。哦、嗯，就是马西莫，就是他呀。对，哦，就是那个老顽童。嗯、那你回头来去想说，剩菜餐厅的概念是什么？是吃喷吗？嗯。 Of course not。<laughs> 回头来，其实我要跟各位讲，呃，我曾经担任过几次厨艺比赛的一个评审。嗯，你知道有一次阿基师在当场发飙，哦、骂那些参赛者。嗯，为什么呢？就是当他们把那些重要的食材，例如说鱼，嗯，他们当然最重要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最好的部位，所以他们只用掉了鱼肚。嗯,哼哼嗯，那其他的部分呢，竟然就这样浪费掉了。 所以阿基斯就当场批骂那些参赛者说：“今天这个比赛，就算你们煮的再好吃，也浪费了这些食物。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善加好,好的利用这些。” 上天赋予我们这么好食材的一个东西，嗯、我每次一讲到这一段，就会想到山本老师。因为我觉得山本老师的概念就是万物皆生为人的话，嗯、我们就要好好去珍惜这些东西。他他嗯、所以说，这一次毛西莫弄的这个剩菜餐厅，嗯、<哼>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世界第一的光环，嗯哼嗯哼大家会更来重视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苹果就算是连盒。 后来其实，在熬汤或什么东西都有它的剩余价值，跟它可以利用的空间。这是一个身为主厨，在你高超的厨艺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概念。如果回头来，我们正确的一个厨房的工作从业人员能够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饥荒或者是这种浪费食物的问题。 那刚刚讲的上次那只阿鸡是发飙，我本来感受还没那么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呃当时的比赛，当然气氛是很紧张，所以大家就是啊只为了那个目标，当然就是每个东西都取最好的鸡。鸡可能只用了鸡胸肉，其他那些都没有好好的运用。鱼只用了鱼肚最漂亮的、最肥美的那一块，嗯、然后蔬果每一个都切得很漂亮，旁边的那边边角角几乎都被他们浪费掉。是费但是回头来，在一个正常的餐厅营运，特别是做生意的时候。 这些其实都是能够降低成本，这些都还有利用跟生产的价值。嗯、回头做一个这个比赛，嗯，哎，<laughs> 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全实物的比赛？对啊，对啊。因为我最喜欢马西莫，就是他一直很前面的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呃，大家都知道巴西，因为呃，奥运比较特别的，跟世界杯足球赛不同的是，奥运是只在一个城市进行。 那世界杯足球赛是国家的进行，嗯、哼哼所以会在不同的城市。嗯、那里约奥运呢？我们可以看到奥运场馆，当然在最后仓促的都完成了，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在中南美洲这个贫富的差距。 是非常非常的大。嗯，那现在这些全世界顶尖的一流选手都到了奥运的赛场上去竞技，但是这些餐饮这些提供的人，如果忽略掉了在水平线以下的那些人的痛苦，甚至饥饿，甚至连。 饭都没得吃的那种，嗯嗯那那些惨不能讲惨状，就那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可以真正的让大家，因为毕竟大家对于这些奥运选手或者什么都是非常大手笔的去提供。 呃，无限量的食物，可是他们说不好吃啊，他们跑去吃麦当劳。这回头来就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可能中南美洲的选手觉得超好吃，韩国有自己的厨师，日本也有自己的厨师，新加坡也有自己厨师哦。台湾要吃便当吃我以前他们说台湾吃泡面比较有精神嘛，不要这样。这是我们饮食习惯，那就是回头来我们就是很乐意所以这个剩菜餐厅他做的菜是米其林厨师们去做，然后是开放给呃里约的市民去吃吗？是。 哦，我觉得这个概念是最好的，啊、因为它等同它的食材是免费，嗯哼，哼，等于是那他们的手工也免费，<它>都是米其林级的、啊，他等于是贡献自己的专业。这个 Massimo 他自己在他意大利哈。嗯 其实，在米兰就有一个圣食餐厅，不是吗？没错，所以说他就是很成功的把这个教育，在这个关键一下子让全世界的人去留意。到。什么时候江正成要做这事儿嘞？我相信江正成的厨房里面一直在做这事儿。哦为什么呢？我有听说他们的员工餐，嗯，很多都是不能讲说是剩下。 的的那料理，而是这些边边角角可能不甚漂亮的拿、哦、来做、嗯、上桌的时候，永远都是最美的那一面要呈现给付费的客人。啊、嗯，但是食物的美味并不会因为它长得不好看而影响、嗯。嗯，所以说他们在员工餐自己吃的时候就有妥善利用这些食材。嗯，这也是 Andrew 一直让我很佩服，他、嗯、很早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哦，所以今天介绍第一个是讲嘛，Simo 的精神呢、哦，虽然我们吃不到，<對>可是心向往之哈、嗯，因为哈。嗯 嗯，他是集结了很多，是里约当地的一个主厨，呃，都有，他有号召自己的，啊<以>、嗯、自己在意大利、嗯、米兰这些的好朋友，然后在里约也交集了，然后,<对>然后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 那小朋友如果未来被因为这样的启发而从事了这一条路的话，啊嗯嗯、我相信这样子爱护食物的观念就会升值大家的内心。诶、嗯嗯嗯，好，这、就、个是 Massimo，他在里约的剩菜餐厅，而且哈、嗯、这个嗯，当然他们像那个 Jamie Oliver 也是这样，他们都推广一些啊<错>、呃、饮食上的运动嘛。另外一个就是一直很早在做就是 j u n i Oliver，那、嗯呃、他来台湾喽。 他人到了没啊？<laughs> 嗯，还没吧。他来过好几次啦，可是这一次他他就给蔡英文签名过耶。餐厅十月要开。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他。Oh, 我觉得蔡总统应该应该邀请他进总统府。哎 j i m i e Oliver 还有江正成呐、啊，还有很多全台湾好的主厨啊。嗯、这个，所以我讲就是让大家来追求这样的主厨到凯达格兰大道上去做一个，嗯，对凳 <laughs> <半豆 S 1>、嗯，对呀、啊，<laughs> 中<山> <laughs> 米其林板斗的这个，對對對對嗯，一些一个活动，当然是，是，可能是找一些小朋友去嘛，对不对？有听说国宴会有不同的呈现了，十 <laughs> 月十号。 哦，国庆啊！啊哦，国庆的国庆，对，嗯。哦 o k 杰米·奥利弗，Good，他来干嘛呢？他来看餐厅，他的餐厅好不好吃呢？三十 <laughs> 分钟做一道菜，做一餐菜也他。 呃呃，郭、呃、姐是他的，我是他忠实观众、忠实粉，丝。所以你看过他那个节目吗？对啊，他那个重点是希望大家少外食啦，对啦，就希望大家动手好。而且他像、啊、就告诉你说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煮的好吃，好没错。他还到美国去跟美国小孩说不可以吃汉堡，<laughs> 不过后来好像铩羽而归的样子，<laughs> 美国人不理他。<laughs> 好，还有一家巴黎的。 花神、啊、非常知名的咖啡厅哦，双、嗯、手跟花神当中的花神来到台湾了。欢迎收听 Coco 早餐。好，好、啊，刚才提到了这个 Massimo 哈，这位哈圣石才他是。 全球亚全球五十大全球的第一名，第一名，嗯、<哼>第一次拿到这个第一名。当然，他的米其林三星已经拿很久了。<對>那重点就是他一直是一个很有创意、很有活力，嗯、就是我们典型中认识的意大利人，眼睛会。 就是他笑起来就是像意大利男生啊，他随便站在街上都好有魅力。对啊，然后身材是纤细，然后一直笑，然后会不停的。就像胖的意大利人也很可爱，就是那种披萨师傅就。他们好奇怪，他们都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我觉得意大利男人都好笑的是说，他们好像随时都是一个小公鸡这样。你不觉得他整个对对对对对，有点屁股是翘的，在整个欧洲里面，意大利人算是还蛮明显的。他们就。就是。 嗯，发挥他们的这个魅力，flatter 的能力，对对对对对，调情一下，好，回头来，对对对，就是马西莫的这个概念，我还是在提醒大家，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的节目有相当多的从业人员在听，哦，真的吗？因为我们有一些还不错的观念，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对，然后大大大大家每个人哦，说一次苗里的一千两百块法式餐厅是值得鼓励合理的，那些神经病，而且回头来我要跟大家。 就是跟扣可姐讲个小秘密，是好多人都跟我讲说，每个人都期待扣可姐到他们的店里去。我真的我还以为每个人期待我到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煮个菜，对对，去来消费来消费呢，当然对，因为甚至有前天有一个厨师私讯我说，哎，我在 c t Super 远气的师傅看到你，他说他还叫了你，结果你就进了电梯呢 哦，我跟你讲，是我是跟我跟听众说啊、哦，我们这个我常常付费去一些餐厅，餐厅或是吃米其林餐，我吃的是文化耶。是啊，享受的是那个过程。你那,个韩国那个来年那天没有去，他那个前菜啊，是，他是法师那个米其林的那个主厨，后来被朴槿惠接见嘛。 年轻的那个吗？对啊对啊，我有去了。我们岔开时间，去。我提早去提早去。朴镇子嘛？对对对，林正子。啊，林正子。超帅的那个。很帅很帅，那更别讲他的前菜，你记不记得他是用嗯韩式炸鸡？这就是寇姐记得他几岁吧？他很年轻啊，好像不到三十岁他是从纽约发机之后，回头还回汉城。对去不仅接见，然后开了店，然后跟他讲说我要，我们一起啊把韩国的饮食推广到全世界。 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超期待我们的蔡总统可以证实。其实台湾这个社会不能这么扭曲畸形哎，恶心死了，虚伪的要命。蔡总统之前吃水饺吃这些也没有嫌弃过，也非常的 enjoy 呀。然后每个地方都有，每个不同的特色，不同的价格，不同的这个对啊，嗯，有庶民文化，有这个嗯米其林的餐饮文化，然后它就可以制造更多的。 观光跟更多的这种吸引，p 要有高的消费,对、啊、消费嘛，堆叠啊，莫名其妙，真是的。没有啦、哎，那些乱骂人的人都是伪君子，支持,支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当然很多了。的人后来我在新闻追追追讲，然后。 就有人私信给我说，我讲的最有道理。然后我在脸书上面抛出来那一段，也很多人说你就讲对啦。那书是事实啊，怎么现在就是不能讲仇富啦？可是大家对于这个都是马英九的那个那个伪君子搞出来的。好啦，回头来要跟大家讲，Jimmy Oliver 要来台湾了，耶耶！那十月就要开店喽。他自己要来做主厨吗？他就是以他为名的餐厅，Jimmy Oliver 餐厅是那目前的架构，呃，在信息化区。 哦、那可能就是在某个百货公司里面，哦、而不是独立店。哦、那因为他这一次来的一个主架构，嗯、我已经摸清楚了，是由香港的分公司来台湾。他现在香港有餐厅，在呃亚洲有两间，嗯<京>，东京还没有呢。嗯、哦，在哪？是新加坡,加坡、啊。<laughs> 跟香港所以就知道新加坡都国际化了，<laughs> 啊、好。嗯、那台湾不错啦，啊、第三个落脚的地方、嗯。可能是因为江振城的成功吧。<laughs> <laughs> 然后回头来 j e n n i e r 的这个观念，就是因为他在媒体上一直推广着 food。 Evolution 就是食物的革命。嗯、我相信寇姐还记得之前来的那个 Mini Cook 的老板对,对,对 Fendi，他,他之前每年都会跟他做那个提醒大家。有啊，六月的时候。对，嗯、然后那个时候已经让他的观念可以让大家饮食革命。嗯，长得帅还是有点好处啦，讲的话多点人听。 他还好了，很帅，就是很可爱，这样。是啊，就是一个大男孩，啊哈。那非常的有活力。他太太也是，嗯，有加入他的那个 Revolution 的活动嘛，对不对？嗯，后来那个联合报也是用呢专题报道来报道呀，很可惜没有没有推广下去，因为饮食革命就是饮食文化跟饮食的价值，那它是一种嗯生命的人生的哲学。哲学，因为吃东西每天都要吃嘛。 对，那一场演讲我还去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余婉如还不是立委的时候，uh huh. 那时候生态绿也是最早开始推广那个公，就是吃有机吃，嗯，土地长出来的东西，<是>然后啊，那是另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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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门学问呢。好，见面立委要来开的餐厅卖的是什么菜？意大利。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 fusion 啦，啊、因为英国，难道我们每天都要吃 fish and chips 吗？你这样讲，英国人会打你。他们英国人说我们菜很好吃，没有，他们会笑笑的说。其实我们都 fish chips and 也很好吃，<laughs> <laughs> <laughs> 英国人的幽默是，所以他卖意大利菜 <laughs> 是。 就是比较偏意大利为。g i o v 为什么会把自己做成这么世界级的？呃，其实我们回头来，就马西莫回头来，为什么他在呃这几年我们谈论过餐饮的变化，从 <laughs> 那种分子料理，然后到北欧的那种极简，<laughs> 然后那种在地的东西，到现在又回到意大利的一个主厨主流 mainstream，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对于土地的这个热情跟热爱一直是。 异于常人的，嗯、你看，永远会想到番茄、啊、嗯，橄榄油，然后意大利的红酒，<對>就是那种不出名也会很好喝的，嗯、因为他们的风土。 就他就是那种呃在地的那个概念是很强烈的、嗯<哼>。那回头来就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当然他的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分说什么什么，但是法式的那种规格跟酱汁可能比较不符合他想推广那种比较健康或者是那样，当然会做一些调整。那意大利反而会是最适合他们去嗯，嗯，是、哦哦哦比,嗯、比较尊重原原原始食比较健康，哦、比较有益于。那算是高档吗？他的餐厅是、哦、从几百块。 到开始都有，哦、所以并不是那种顶尖的餐厅，哦、但是就是一般的西餐的价格。他会這样，像江正城的肉那么难订吗？Maybe。哦，这个、欸、我不如果是总统去吃饭，也要上网那个那预约吗？嗯、我我只知道总统还没有去过肉。对的。打着总统的招牌，干哈，开玩笑，开玩笑。好，<對>这是 j a m i e Oliver，<是>因为嗯他在台湾有一个。 很好的，非常大的粉丝，是叫做蔡英文小姐，嗯，<laughs> <laughs> 还有周日扣神，哈哈，我是小粉丝啊，<是> <laughs> 好，嗯，还有一家花神，是啊，<laughs> 那这个在巴黎非常成功，那在今年其实已经正式的到苏州去了。<laughs> 这是苏州的星光天地，还是只是呃直营？直营啊，等于是呃，对他们很成功的招商，跨出了欧洲之后到苏州星光天地开了第一间店啊。那星光百货也这一次也把它正式的引进到了台湾来了哦，所以就在 A 级 A 级那里，对对对，就一样 j e w e l r 也是在那里。哎，我天哪，花什么应该是？ 外面那个那个建筑很漂亮。可是我后来觉得，信运计好百货公司巨好信新天地中间那一块，其实气氛还挺好。每个周末都会有街头艺人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到巴黎去，当然到了左岸的时候，不论是花神双手，或者是这些，都是我们必去的景点。那最重要的是，法国人的一派优雅跟这些文人雅士的缪斯，都在这些咖啡馆。请问你花神来到底是卖？ 可送还是卖那个咖啡，还是卖花生？<laughs> 我相信应该是还是美丽的法国。所有的东西都要元素都要具备。<laughs> 嗯嗯嗯嗯、那因为其实欧洲来台湾展店的其，其实没有很成功的案例。为什么我这么呃要这么样的铁齿的这个稳？<laughs> 是因为花神是在奈、呃、萨奈奈、呃、塞纳河是。 左岸有那样子的。他他因为旁边有双手，然后再走一走是花神，再走一走的时候都是都是咖啡厅，那是巴黎营造出来的花神。那我们的新义金华区是台湾版的花神。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去花神看的是人。对啊。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对啊对啊对啊。呃，其实好像只有法国才会这样子一个位置，然后两边坐人，跟其他的那个位置。东京也喜欢。就是这样子对着外面看。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就是愿意尝试把不同的文化带来，那这样的文化交流根深蒂呃，就是持续的会让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东西有一些新的冲击。嗯、<哼>地球是平的。对，我这次到旧金山去有很深的感受，嗯、所以说回头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些国际性的东西，就是提醒大家，这些新的 impact 都会造成一些正面的循环，嗯、只要我们用正常正确的心态来看待这些新的。 美好的东西，嗯，讲得非的、嗯、讲得非常好。世界是平的，这个作者已经写了一本书，是是世界是极快速的，呵呵快的不得了。嗯、谢谢大家，嗯、谢谢。谢谢